自己听复听一下。一个听 QG 没有命中到，但是 EQ 已经用过了。然后 KJ 这边应该是知道这个资讯的，往前不断追击翻山翻得到。哎呀，翻到了这个石像，然后两边的上路都过来支援，这一波就什么东西也没打出来。哇，差一点点，都是就要被顶起来。如果他在那位置被顶起来的话，其实血量会非常。我 KJ 选择闪翻这么凶，最后的 E 技能，但是反身的一个面容一体，正在寻求一个寻找猎物的炮弹。但是最后嘉文还是顺利走到这边，是一个非常凶狠的闪现换闪现。这里最后 KJ 还是打出一个嘉文的闪，嘉文靠着最后那一支护盾才成功活下来。我还在听，还在听，这个不让你，你给我用走的回家，不让你直接按回城的。然后 Assassin 这是他的一个招牌，这超高速的一个跑线，三等跑线的勒布朗想来杀开谷，这老人马上就要受到一阵暴打，往前的一个踏步，然后一所以再换回来，这一阵没有运到，点燃已经挂上，最后首杀。是由谁拿下？就是雷克萨拿下，但是这里弹到两下的塔也没死。这个可以。这里隧道，然后坦克骑也过来，舔到了 Rex 身上。Rex 这边有闪有治愈，这个河蟹已经交掉之后，反身再拉了一个新的白转，也打到了 Assassin。反身完全没有任何的惧怕，尽管是前期最强势的雷克萨，这猫咪还是怀疑颜色。而且这里多一堆往前的一个 EQ 啊，生气了，抢我石像。Rock， 你太皮了吧 ？Rock 没闪的，打出一个征服者，开谷这里是六等的，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打 ？Rock， 为什么你要去抢他的石像？最后的星界跃动，多一堆拿下了这颗人头。哇 ，Rock 这波就是这两个字啊，送头啊，真的送头，那有什么用？没错，所以这里 Assassin 他又跑了。又要来杀开谷，开谷已经知道，但是来看一下嘉文的位置，这边来不来得及？先给到自己的 Q1， 开谷这边有闪，直接交闪回到了塔底下，然后再利用利刃冲击把小兵给冲死，这塔都直接扑到三人，但是回身中一阵痛打，最后的一技能，然后 KJ 钻出来，这个人头没有任何可以收获的本钱，再一个碎碎到勒布朗，但是勒布朗这边还有闪现，多多这边有 EQ 有大绝，要不要选择盖？最后是选择放弃。这波的上中野进攻是抓的你还不措手不及，就开谷虽然有闪现有大绝想要秀。就是用 Q 技能不断的回到塔下之后，还是被三个人给直接完美击杀掉。哇！然后准时的一个转线，八分钟来吃这个预示者，不过看起来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过，但是已经看到多多的位置，这边是一个二打二，感觉想打铺了一个护剑化形，但是坦克骑可以吞，被夹到了。后面亮了一个 TP， 这 TP 一下来，反身就是一阵爆 A 开始 A， 然后最后的一个超威能死亡火箭直接炸死了开谷。开谷本场比赛受到多人针对，已经030了，我的天哪！要敬老尊贤一下吧，人家是 S1 上古神兽，把他打030。但是这里有一个 Rex， 不要再讲冷笑话，因为 KJ 已经400，他已经生气，他不开玩笑的。哇，这一波护剑。紧接着是后续的一波团战，首先这边看到就是换线的速度完全是力量跟不上，反正这边他往前 Q 的时候是被夹夹到，那后续是被一波暴打，然后加上这个团送一下来过后呢，其实下路的这个双人组没有断到 Rock， 所以导致瞬间变成一个三打二。对，然后 Rex 怎么死的呢 ？Rex 一回去被牵到，哦，这个你知道这个 game 法很特别，就是。站在中路的不是勒布朗，然后从旁边带 EZ 过来支援，这 KJ 很凶啊！多多说每次我在石像怎么看到都不是我自己的一个成员，都是别人，然后怎么 Rex 倒了 ？Rex 死喽！又死了。这个031，三等级都是没有闪现的，所以如果团战把盖这两个人的话是会有成效的。哎 ，Kino 抓到你了，打到半血，最终天仓一炸，然后回身再扫一个弹幕，这是一波 Wombo Combo。但是 Kino 开启一个惊人，这个惊人结束又被碎到 Rex 这里，终于天获本场比赛第一颗人头。但是最恐怖的一个 Assassin 过来想要来刺杀，但是反身的一个 EQ 还是刺杀起了 Assassin， 最后盖了一个大绝，这从天灵盖上面盖下去直接盖死了 Assassin。但是从 Allen 也开始输出，举起自己的蹦蹦猎炮往前开始不断的一阵爆 A。但看起来也是到此为止，反倒是在这一波的一个进攻是 Liam 取得了一个胜利。对，因为 Liam 这边虽然他们抓了这个没有闪现的坦克机啊，这带猫的扑大招，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一技能要怎么晕 ，Q 技能也没有打到，但是反身 Rock 的一个 Q3 也是打到开谷的身上。这里的话，雷克萨你家要爆了，别吃六鸟了，来杀人了。KJ 这边要过来想杀人 ，Q 技能没命中，但是 Rex 感觉要倒，一个番茄 Rex， 然后 Kino 一个舌头舔爆了 Rex， 最后的一个咻咻还是命中到开谷身上，然后 Rock 一个 Q 闪，最后的一下普攻 ，Payman 是一级帮挡，但是 KJ 这里飞出来的一个虚空提醒还是带走了这个伊瑞利亚，然后反身进场的一个 Rock 已经跟剑魔一样，非常恐怖的一个二杀四，准备要开始不断输出，但是后面 Exosen 也是一枪直接点爆了。我的啊，前面这个时间复活时间还是偏短的，但这里又要打团了。这个河蟹先拿到，然后 Assassin 的一个刺杀，这个恶徒印记练出了开谷，哇，开谷这里又倒了，他060了，上古神兽不要啊！但是后面的话先给到一个最终篇章，最后的 EQ 还是串死了这个 Rock， 这边打成一个一换一，这边先给到一个沉睡梦语，没有睡到 Allen， Assassin 在寻求一个刺杀的位置 ，K 转这边也在绕1900D， 一个视野是完全看在了眼里，一个喷也没有喷走这个火龙，Yab拿掉了这一条的地图物件。
这个招式都对焦完之后，其实正面来说，阿法是比较不能再拉扯的。这里一个练出了开谷，其实开谷一开始就先倒了，好显示好运姐这个弹幕。而且最主要是开谷在死前丢出了这个一技能，有晕到很多人，晕到三个人吧，然后让这个好运姐可以把这个大绝。再一个好，这里的话一个咻咻打在 Exotion 身上中了，然后回身给到一个蹦蹦猎豹，好险没有踩到夹子。但是这里再一个咻咻，这咻咻的冷却很快，直接逼治愈了，治愈交出来，而再是一个踏步，又逼了一个虚弱，这猫咪还有豪恩姐的一个召唤师技能全交了 ，Red 这里也被盯上，然后又是一个虚弱，这场比赛怎么那么多虚弱？但是虚弱套上了也拯救不了柔易的性命。我觉得这里我觉得是很夸张的啦，连中两次，我觉得很夸张哎，这两个角色都有超高额跑速的角色，哇，然后大招清兵 EQ， 然后加上回身的一个闪现，而再是这边又秀了一波带走了 Exotion 当场暴毙，尽管有猫咪的保护，但是守护不了自己的性命，哇，真的是。Alpha Assassin 啊，哎，看起来又打起来了。Rex 这里一直受到雷克萨的针对，这里原地，你看我 CS 啊，你看我 CS， 我来看这 Rex 他有闪的，这个听到了，哎，听到了，有一个小女孩在这个隔墙啊，顶起来，交闪，哎。当然 ，Rex 是可以第一时间闪啊，他看起来是。但这里是直接强压上路的一个二塔。我觉得猫咪还是上加稳的车吧，上柔一没什么用啊。这对于 Liab 可能要打一波 one ball combo 往前的一个链，然后再盖了一个大绝来看一下。为什么不上车？好运姐扫大绝，这边扫到 Kino 快要半血，开启了一个白盾，但是 K 装已经如同神的境界。然后开谷一登场，马上就退场了。开谷倒下之后再 P 了自己的 Q 站，但是 K 装这边有 GA， 然后远方的超威能死亡火箭也是来助阵。这 Q 技能直接碎到之后，往前 A 的普攻终于是制裁掉了这个调皮的 K 装骚扰，但是要吃了吗？啊，没有，我翻下去啊，吃了，开吃。多多的走一怪能不能够瞬间，但是这个伤害好高的 Assassin 一个大招就直接把多多打到半血以下，再给一个点燃，不过猫咪能不能回起来，掉到7500滴， Assassin 在旁边真的是当一个刺客，往前的一个练也没练到，他自己也掉到了半血，一个 EQ 直接逼出了闪现，然后 Rock 也开始进了剑魔将士，还要拼吗？不过这里没 EQ 的，来看一下最后八龙还是由 Alpha 顺利拿下，因为刚刚那波嘉文的 EQ 用掉了，嘉文没闪了。但这里中路上空城了，这是一个空城器 ，Allen 直接开点，咻咻又打到 Exotion， 然后另外一边小兵也进来，一个碎碎到坦肯奇，雷克萨直接去带边了，打野分推没问题，这个打野分推啊，看到打野不在 ，EQ 直接挑飞 Kino， 直接一个吞回了 Allen， 然后队队完全坦不住任何的伤害，这边一个咻咻再次打到 Rock 交出闪现，然后这个护剑花型没有办法命中，远方扫了一个超威能死亡火箭，队队反身盖了一个大绝，但 Allen 这边要被扫死了吗 ？Allen 这边最后是被好运姐给扫掉，但是此时最恐怖的 Kjo 准备要来进场，这边被套上了一个虚弱，然后被打出一个 GA， 反倒是 Liab 在这波团战有机会可以来获得胜利，最后的一个 W 技能 Kjo 抢走，但是还是要被开谷的利刃冲击给冲死。我怀疑有人扣闪，高地是推掉一座了，但就是打的没有那么干净利落一点。所以就是都在想找机会啊，就这边直接一吞，不过瑕疵也是猫没有跟在嘉文身上，所以嘉文的威慑性还是很低，所以这边吞掉之后呢，其实这个时间点艾森出来就是可以在后面比较安稳的输出，但是后续这边真的很奇怪，就他往前走被这个想要来点这个惊人的都对他被盖起来说阿里、啊、你的闪现呢、哥哥、闪现你的闪现呢，哎，但是一回来好像要打起来了，这波的一个团战都对瞬间不见，这 Assassin 直接带走人头 ，Kino 掉到半血以下，开谷的一个晕没有晕到，这个无暇从人并没有办法顺利命中。然后 Assassin 这里非常恐怖的一个踏步，但是自己也掉到半血，这里快死了。哦，赎罪神石，赶紧奶了一口。反正是没有利亚的强，因为利亚 AOE 还是很猛，就是他们的团战组合。那这一波是怎么回事？哦，暴击有个痛。这个蹦蹦猎炮是吉英科斯的专属 ，EQ 挑飞。为什么猫咪不上车？你为什么不上嘉文？你跟嘉文有仇是不是啊？这个如果我是打五，李亚伯选择要让哦，哎呦，这个 Q 技能搭配火炮 ，Allen 也是掉到了半血，那这一波感觉 Alpha 是真攻不进去吗？我 Allen 还在吸血哦，哎，有了，他上嘉文车了。你为什么要对一个勒布朗开大？为什么？他有 W 啊！你为什么？哇，乌龙老师感觉快疯了，我现在在旁边有种强迫症发作哎。然后这边的话是直接开启了一个大招 ，Exos 这边被盯上，应该会被拉回来，这秒杀掉了好运姐，吉英科斯直接带走这颗人头，然后嘉文盖了一个大招，回身再一个 Q 三，反身进来盯上了一个 Allen， 但是 Allen 这个技能是完美的化解，开谷这边同样也开出自己的怀表，但是最后了一下秀秀是直接带走了这个伊维利亚之后，我们要恭喜 Alpha 在游戏时间鏖战了32分钟，终于是要顺利攻破Liab的主堡，准备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将自己的战绩来到7胜5败。哇，最后虽然看起来 Alpha 结束的是。有一点点。